请大家能够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来。那么今天下午呢，是我们这次礼佑菩萨戒经的学习的圆满的一会啊。首先请大家翻开经本的第72页。上午呢，我们说到了居士菩萨戒，那么六众28亲戒，六条众戒呢，我们对于第一杀戒啊，第二呢道戒，这些呢都已经解说了。那么现在我们学第三众戒啊，虚说戒啊，妄语戒。我们看第三段，优婆塞戒虽为生命，不得虚说，我得不净光自阿罗汉。若破世界，世人即是优婆塞戒，世人尚不能得卵法，况须陀洹自阿罗汉，是名破戒优婆塞，凑旃陀罗垢皆优婆塞，是名三众。前面我们说呢，就啊不可以犯道啊，不可以犯道戒，为什么不可以犯道戒呢？因为我们说发菩提心的人呢，有智慧的人呢，知道呢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啊，都是我过去的父母，都是未来的诸佛。那么第一个原因是儿女呢一定要孝顺父母，那么怎么可以反过来去偷父母的财物呢？第二个，既然众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我们供养还来不及，怎么可以去偷盗佛啊佛之物呢？第三个，就算是你就只是把众生只是看成众生，那么菩萨呢，你发了菩提心的话，一定要以利益众生为本，帮助众生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这样子为本。那么众生有困难呢，我们应该立刻去帮助他，那么怎么可以去盗取众生的财物呢？如果盗取众生的财物，甚至于让被盗的众生他因为他的外命呢 养护自己的内在生命的这个外在的资财被夺去了而丧失内命的话，那么这个人你想想他哪里还像是一位菩萨呢？啊，这个犯道的人哪里还像是一位真的是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所以说是众戒。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虚说戒啊，不可以妄语。我们说菩萨戒的一一戒相呢都可以按照三句境界来讲解。第一是摄律一戒，摄律一戒呢，我们在优婆塞五戒相经里面已经讲得很细了哈，有犯大妄语，说自己呢成圣果啦，或者欺骗呢父母师长，这些呢啊是比较重的。那么你要是欺骗其他人或者是其他的众生，那么其他道的众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结语的话，那么就是他明白你说什么的话，那么这个是啊犯次一等啊中品。那么如果我们在佛菩萨面前说我已经成就圣果了，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话呢是下品罪。为什么？因为诸佛菩萨他有天眼通啊，啊他有啊，五眼六通十八不共法呀，那你说的是假话，他根本上就不会相信，他完全知道你到底到了什么层次啊，所以呢那样子的话呢，对方不相信不信解啊。详细的解说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哈，这个是摄律一戒。摄善法戒呢，也就是说我们不单单是不应该妄语，还应该要修习善法。那是什么呢？就是说要
说诚实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不旷语者，向如来学习，言辞柔软，悦可众心。从这个上面呢去修摄善法界。那么菩萨呢与本源心体应该要常发起正语正见，所以不可以虚说，这是第一重的随文思义。第二重的信则众轻呢，那么换这个妄语见的是五缘成众，第一是众生，第二众生想，第三是七旷心，第四是说众句，说自己正圣果啊，或者呢对众生有很大的伤害呀，第五呢是听闻人灵解，对方理解了并且他相信你所说的。大妄语见呢有三类，第一类是对父母师生为上品大妄语见，第二呢是对人鬼畜等为中品罪，第三呢是对佛菩萨圣人所说为下品罪，因为他不会被你所迷惑啊。我们如果修摄善法界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诚实语，要诚实啊，诚与明呢，这是世出世间得成就的基础，诚与明啊，要诚实地面对他人，要诚实地呢面对自己。如果不诚实面对他人，那无非是为了骗取名门利养而已，那以这种虚旷心呢，一切罪业都会产生，自己呢也绝对不可能得成就啊。那如果以虚旷的心欺骗自己，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太愚痴了，所以说欺骗他人呢是狡猾，欺骗自己呢就是愚痴了。儒家也说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事实上的诚意呢，它是正心的前提，是修身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任何宗教它所共同要求的条件，也是我们修行佛道的人呢所必备的先决条件。所以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解说。第一个是诚啊，诚实的诚呢，它是道德的唯一源泉。每个人自己要正心，要修身，要提高修养，一定呢要依靠诚。那么跟他人交往呢，为人处事之道呢，它的根本的法则也应该是诚，不可以妄语，不可以虚说啊。自他的相互关系啊，相互关系呢也依赖于诚实的维系，所以要做到诚才可以呢做好了为人之道。并且呢诚实不单单是人与人相处不可或缺的准则，正义真理也是人与人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一个要素啊。所以说诚实呢它是真理之所由出，诚实呢也是真诚心所发出来的。但是呢世间的人要做到很难哈。那我们看世间的那些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然后也就是说见人只说三分啊，三分话未可全抛以变心。那这样子呢都是说告诉你不要太诚啊。事实上呢这个是一种凡庸之见啊。印光大师说呢，圣贤之道为诚与明，这个八个字可以说把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提高修养的、修身养性的一些共通的法呢都完全概括在其中了。如何能够成圣成贤呢？为诚与明。诚就是定无漏学，明呢就是慧无漏学，所以说诚与明呢
定慧就在其中了。那么诚，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妄语啊，我们要做要持这个妄语戒，要不妄语啊。那么呢，就是他的其中所说的呢，摄善法戒，就是要做到诚实诚啊。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诚是体，明是用，定是体，慧是用。所以说，诚是如来藏的性体，也就是常住真心，也就是执心，执心是道场，也就是自诚心。我们学《观无量寿经》呢，说上品上生的条件呢，发三心者必定往生，上品上生。那三心呢？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自诚心是什么？就是诚啊。身心是什么？就是明啊。所以唯诚与明，可以说呢，概括一切的世出世间修行之法。那么诚也可以说就是自尽其意呀。我们能够一直保持这个自诚心的话呢，那么心地一定很清净。所以世出世间法都以诚与明呢作为根基啊。这个是摄善法戒。洪应明就说过呢哈，其实这个人对于啊佛教的思想、儒家的修养都做得比较好。他就说过：“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也。”我很相信人家，人家不是每个人都会拿诚心来对我，但是我自己呢，首先已经做到诚。疑人者，人未必尽诈，己则先诈也。如果每一个人，对待每一个人都没有真心，都是以一种怀疑心、欺诈心，不是每个人都会用欺诈来对你，但是呢你自己呢就已经先是亏了，先是啊理亏了，那么你自己呢首先是已经是在用诈了。饶益有情戒呢，如果我能够真正做到诚的话呢，就能够真实的呢利益众生，众生也会信受啊。唯有天下最至诚诚心的人，才可以尽量发挥他的本性。所以这也是我们禅宗的祖师强调，执心是道场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菩萨戒呢，也会要强调虚说戒啊，而且能够显发自己本性的啊佛性常住，佛性常住戒，透过持佛性常住戒呢，显发自己的本性呢，所以啊发挥自己的本性呢，就能够以真诚去待人，那么其他人呢也就自然就会接受你的感化教化啊。印光法师说呢，须知诚这一字来凡圣同聚，一如不二之真心，明之一字来纯阳醒察，重返至圣之达道。所以圣贤之道为诚与明啊，诚就是指我们的真心，那么明呢是诚这个真心本体所起的妙用，那么就是智慧，能够随时观照自心，来让我们重返自圣。那我们也可以说，诚是实相般若，明是光照般若，以光照般若照实相般若呢，就可以圆满成就。也可以说，诚是性德，明是修德，修德有功，性德方显。那诚是本觉，明是始觉，以始觉来觉本觉，就可以呢迅速圆满究竟觉，圆成佛道。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妄语戒呢，一定要提到这样子的高度呢，才可以
与我们的菩萨戒体相应，与我们的真心本体相应。不要老是在表面上说分别那些琐碎的那些名相哈，那些呢在五戒相经里面已经讲得比较完整了啊，那我们就不重复啊，不会再重复它。那么呢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以真诚去待人的话呢，别人就自然能够接受教化，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可以饶益无量的众生啊。那么可见呢这一戒呢就具足三句境界，摄律仪，摄善法，饶益有情。大圣理趣六波罗蜜经境界品上说，离虚旷语亦四种报，一诸天连念守护，不受损害。如果一个人他都是离开虚妄语啊，不会用虚妄的啊旷惑的语言去啊与众生交往的话，那么呢他得到四种好的善的果报。第一个呢是诸天守护，不受损害。哦，你看这个就到哪里呢都所到之处很吉祥。为什么？因为他无形之中有很多的诸天善神跟随他，守护他，隐形保护他，不需要花一分钱，有很多保镖啊。第二呢是随有言说，众生信受。第三是呢口中常出青莲花香，不会有口臭哦，口里面出的气呢都很清净，有青莲花的啊清香。第四呢，众生闻之生欢喜，随有言说皆成法语。哎，他随便说什么话，在众生听起来呀，都有益，都有教化的作用，啊，都当成呢好像在听经闻法一样。将来呢，就可以成就如来真实语，将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得成就如来真实语功德。好了。那么第四就是邪淫戒。优婆塞戒虽为生命，不得邪淫，若破四戒，世人即失优婆塞戒。世人尚不能得卵法，况须陀洹至阿罗汉。是名破戒优婆塞，臭旃陀罗垢皆优婆塞，是名四众。第四众戒法呢就是邪淫戒啊。第一我们说随文思义啊，我知道呢这个啊不净恒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与清净的泛恒呢刚好相反，所以呢要求解脱的话呢对于在家菩萨来说应该是不得犯邪淫啊。不得犯邪淫应该是包括一个是与自己的伴侣之外呢不可以有其他的男女关系。再一个呢就算是自己的伴侣呢，在非时非处啊非地应该也是不可以啊。犯的话呢也应该是有过失。第二个是信遮众轻啊，邪淫戒四缘成众。第一个是非己伴侣，第二个是四道，第三个是淫心，第四个是四岁。邪淫的那个邪淫的罪呢，它有三类。第一个是上品，那么在母亲、女儿、姐妹啊六亲之中犯的话呢是重罪。中品呢是与其他的那个与其他的人所犯的一切邪淫。然后呢下品呢就是与自己的妻室非时非处非道这样子所犯的呢是属于下品的犯邪淫那至于说异俗果报来说呢，若离邪淫如果是犯邪淫的话呢，所住之处都很污秽然后呢所感得的那些果实呢，外在依报来说呢所感得的那些
果实呢都是营养也不太够，并且呢正包来说是后世呢自己那个眷属也是七步增粮这样子种种。如果理学阴的话呢，记得四种治所战法，第一是诸根调顺，第二是永离宣调，第三是四所称叹，第四是七莫能侵，自己的七事呢其他人不会去侵犯伤害啊。若能回向菩提后成佛时，得佛丈夫隐秘长相，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十二相的马英长相啊。从观心理解上来说呢，梵淫事实上呢是当然的意思。中国字的这个淫它有很多意思哈，比方我们说淫雨霏霏，这个雨连续不断地在下，还有说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就是说富贵呢不能够麻痹它，不能够呢染污它啊，威武不能屈啊，所以不要片面地理解哈。那么这个如果从理体上来讲，从理法上来讲，犯这个淫的话呢是当然的意思，就是说很执着被他呢所染污。那么有理淫有六个方面，第一个是色界的凡夫和外道单着于禅定，世间的禅定呢离身喜乐地定，定身喜乐地定，离喜妙乐地定，舍念清净地定。哎，他在这个定境之中呢，他就很执着，他就很当然，他就舍不得出定。第二种犯呢是无色界的凡夫和外道呢，他单着于空定，空无边处地定，实无边处地定啊，无所有处地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地定呢，他都会很单着，不愿意出来。第三是二圣单着于涅槃寂灭，二圣声闻缘觉呢，他们就愿意在那个偏空涅槃里面，不愿意出来，都是属于犯理淫啊。第四呢是菩萨单着于游戏神通，第五呢是别教行人呢弃于二边，单着于中道，别教啊他只修中道，那么他不能够圆修呢空观假观中观所以第六呢，唯有圆教行人了达一心三观，性修不二，理智亦如，以如如之智切如如之理，无有能所对待，不犯理淫。以如如智切如如理哈，我们看华严会上普贤菩萨称为如来长子，为什么？普贤菩萨他就代表了如如之理，文殊菩萨呢代表了如如之智啊。那么还有一类是性恶法门，就是说不单单是用善性来度众生，还可以呢用众生的恶性来巧妙地度化他，提升他，教化他。一个是用四淫啊，四向上的显现，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曾经呢以化人来度化淫女啊。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奇蛇绝山，在灵鹫山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子叫做莲花女，她就愿意呢弃欲弃啊弃俗来出家啊。然后呢他就一直呢向灵鹫山行来啊，希望呢来随佛出家。在经过一条小溪流的时候呢，临水自荐了，
哎，在水里面看自己的影子啊，姿颜无比。哎呀，觉得我容颜这么好，马上去出家，然后不舍得了。啊，欲再寻俗乐，然后呢就退心了。那佛陀呢，知道这个人得度的机缘成熟了，他就变化作一个女子，比这个莲花女呢更庄严，更相好。然后呢，就跟他一起呢来渡河。坐在船上的时候呢，就很疲劳，然后那个佛陀所变化的那个化人女子呢，就枕在莲花女的膝盖上面呢，就睡着了。哎，一睡着了，很快呢，她就命断了。命断以后，很快这个身体呢就降胀臭烂了，很快呢就死掉，很快就死掉了。死掉后，马上这个身体就开始腐烂了，哦，然后就很臭。然后这个莲花女呢，见到以后呢，就开始很恐惧，后面马上就体悟到人命无常啊，哦，然后呢。道心坚固，啊，志意坚定，然后弃欲出家，这个是佛陀以化人呢来度化。第二个呢是于贪欲修习止观，比方说那个金刚圣理啊，一些善巧法啊。第三类是。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婆须蜜多女以淫女身令众生正入解脱门啊。华严会上善财童子发菩提心以后呢，去参访善知识百城烟水呀，寻师访道。他所参的第二十五位善知识呢，就是显烂国宝庄严城里婆须蜜多女。而这位婆须蜜多女呢，她心是菩萨，是大善之士，但是她所现的外相呢，她是一个妓女。哦，那么善财童子去参与她的时候呢，她就这个婆须蜜多女就教她呢，以欲化欲，化那些在欲界之中迷昧的众生，让他们呢能够得解脱啊。这个是从性恶法门来说，用四淫，礼淫呢就是以法喜为妻了，这个是比方啊。那么常在禅悦法喜之中。第五重戒呢是说四重过戒，不得说四重过失。优婆塞戒虽为生命，不得宣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有过罪。若破世界世人，即思优婆塞戒，世人尚不能得卵法，况须陀洹、自阿罗含，是名破戒优婆塞，臭旃陀罗垢皆优婆塞，是名五众。那么说四重过呢是重戒啊。为什么？因为洋人之过，谤佛之法，损佛徒啊，损佛弟子之德，绝众生解脱之望，身为菩萨的本事啊，违背菩萨以前所发的呢护持佛法利益众生的本事，也违背他的慈悲心，所以呢是皆重罪，皆重罪。如果犯这个说四重过戒呢，那么但有所说系自伤慈心而令对方生恼，亏及本源心地。如果说四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的过失的话呢，如果所说是实，是事实，那么就犯了这个说四重过戒。如果所说呢不是事实呢，就还加了一个妄语戒。并且呢有伤自己的慈悲心，然后令对方生烦恼啊，也亏损了自己的本源心地啊，染污了自己的真心本性。第二呢说信者重轻，说四重过戒呢是六缘沉重啊，六缘沉重。第一个是众生，第二众生想，第三说罪心，
第四呢，所说过；第五，所向人；第六，听闻者灵解。所说的是众生啊，然后呢，众生想知道确认他就是众生啊，然后有个说罪的心，然后呢，这个说罪的心呢、啊、最重要。那有些人说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看到寺院里面有些不如法，我们是不是不能说了？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参道友他不如法，我们是不能，是不是不能说了？那也不是，那就没有真正，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戒。关键的核心是什么？不可以有说罪的心，要是以大悲心来帮助他改过来，然后呢，不会损害众生的信心，护持众生的信心，护持众生对三宝的信心，护持呢那些啊发了菩提心的同参道友的尊严，这样子的话呢，心里面是为他好，然后呢方法也很善巧，为了护持三宝，然后为了让正法久住，让常住兴隆，这样子呢是没有过失，并且呢还有功德，还有护持三宝的功德。那说罪心是包括了两种心，第一个是羡慕心，第二个是自罪心。羡慕心呢就是让他沉下去，说的意思，心里面的动机就是说，看到那个人做的很差，然后呢心里面起嗔恨心，然后希望让他沉下去，欲令被说过人失名利等，让他失去一切，打击他，这样子的心呢是不善的心。第二个是自罪心，欲令前人被戏负等，希望呢说出来以后呢，大家知他的罪，然后也希望那些其他众生去嘲笑他，这样子的话呢，要知道事实上呢，其他众生连带着也就对三宝都没有信心了，这样子的过失呢就比较大啊。若以劝勉其改过，即大声所差遣说罪不犯。如果是希望他改过来，或者呢是僧中所差遣说罪不犯，否则的话就有问题了。否则的话，如果说不能够说示众过，那有些人表现不好了，场子要签单，安排那个僧子去，哦，某某人你这里要签单呢，那是不是说示众过呢？如果这样就麻烦了。僧中所差遣，常住所差遣，而且呢对方确实犯了，这样子是没有过失，而且令常住更清净啊。而且在做揭摩的时候呢，比丘可以举七众过啊，比丘尼呢可以举除了比丘啊那个之外的其他的那个六众过，这样子呢其实都是如来很善巧方便的呢，既能够让佛弟子能够清净修持啊，改往修来，又能够呢护持一切众生的信心，又能够呢让这个说的人呢能够以一种大悲心，而不是以嗔怒心，不是以羡慕心来说啊。还有大小同意，大圣小圣对这个戒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啊。那么同志，大圣小圣都同志，这是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呢，小圣如果说人犯了第一篇的波罗夷罪，那么自己呢也就犯第二篇生残罪，说其他人犯第二篇生残罪，自己也就犯了第三篇波夷提罪。那如果说第三篇，说他人犯第三篇波夷提罪呢，那么啊，来自于这个以下的那些过失呢，都是犯第七句恶说罪啊。大圣的菩萨戒呢，说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大士呢，应该要引恶扬善啊，所以呢说重就同重，说轻同轻，所以要了解这个开遮持犯，比较圆满的词，不要太呆板太执着的词啊，而且要重视在心地上下功夫，要回归到空性智慧上去，那要破除我执，也帮助一切众生呢破我执，这样子的词呢就比较如法了。然后第六众
七十三页第一段，优婆塞戒虽为生命，不得沽酒。若破世戒，世人即思优婆塞戒。世人尚不能得卵法，患须陀洹，自阿罗含，是名破戒优婆塞。臭旃陀罗，垢皆优婆塞，是名六众。不能沽酒，哎，不得饮酒呢是轻戒，不能卖酒呢还是重戒。为什么？那饮酒只是让自己很迷糊啊，自己呢不够智慧，但是你要卖酒呢就伤害很多众生了啊。所以菩萨戒呀，它是从利益众生上找眼力，哎，是从心上，是从修心上啊下手的。所以呢将这个沽酒戒呢之为重戒啊。莲池大师在《饭碗经》发引上说，自论三十五师，始于现身虚法，终于来世于痴。又四分名三十六师，始于不孝父母，不敬三宝，终于落水失火热亡。故知九者，大者善食慧命，小者伤残色身。哎，莲池大师呢他就引用了大智度论上面所说的饮酒啊有三十五种过失。哎，好像现身之用缺乏呀，啊，将来呢愚痴无智啊种种。哎，又引用了四分律上面所说的饮酒呢三十六种过失。啊，大士专以利物为心，令生智慧，故自饮犯轻，货卖犯重。如果你当货物来卖为了牟利，然后呢让很多人都饮酒迷糊迷惑，这样子的话呢是犯重戒。第二重来解说是性遮，性戒遮戒啊，性罪遮罪的呢重轻的比较。此戒为是遮业，一般国法不敬，但是恶律以所摄。这个呢本来喝酒嘛，世间的国法是没有遮止，没有说啊，没有去制禁止。以前呢也有过那个刘备啊，我们看那个三国志，刘备啊在蜀国啊，在四川的时候啊，这个民间的老百姓酿酒呢他就不准。为什么不准呢？因为他觉得要打仗啊，粮食军粮不够啊，这个老百姓把这个粮食都浪费到那个酿酒上面去了，他就下令呢把那些酒具啊造酒的工具啊通通都没收。那么有个大臣呢他还想劝谏他，但是呢又不能直接说。有一次呢这个大臣陪刘备呢在那个道路上走的时候呢，就看到前面一个男子，后面一个女人对面走过来。那么然后呢那个刘备呢那么这个大臣呢就跟刘备说说那个路上走的那个男女啊他们有犯邪淫。刘备很奇怪说你怎么知道啊？然后这个大臣说因为他们有淫具。哦，然后这个刘备就笑起来，他就明白那个大臣的意思，就是劝谏他没收酒具呢，第一个是没有什么用，不能够制止老百姓制酒，再一个的话呢这样子的制定呢确实也是比较霸道，所以呢就废止了那个没收酒具啊不允许百姓酿酒的这个法令。所以一般的国法呢是不会禁止，但是呢佛陀呢他因为要让众生增长智慧啊，显发智慧的缘故呢，会作为佛制罪来禁。此戒啊五缘沉重，第一个是众生，第二个众生想，第三个呢息利货卖啊，是众生众生想的，这个有六句了啊，六句啊，这些五戒相应上面就有了啊。第四缘是斟酒，第五呢是授予买饮人啊，希望饮啊就拿给他。那么当然不单单是治酒了，一切麻醉伤害众生的身心里都是在这个戒之中了。比方说不得抽烟，不得吸毒，这些伤害身体的呢
都应该是啊在其中尽智的了。艺术果报呢，泛往菩萨戒经上面说，过酒气与人饮酒啊，那么呢五百事无手，你只是拿那个酒杯子让方便他去倒酒喝啊，那怎么样，五百身中间都没有手啊，残疾啊哈，况复孤酒，何况是天天卖酒给人家喝呢啊，所以就比较重啊。如果犯的话呢，那么就犯重的话呢，就施优婆舍戒。当然这个是方便说，事实上呢可以重受。世人尚不能得卵法，乃至于加行位的卵法都不能得，何况要求须陀洹果、斯陀洹果、阿罗洹果呢，更加是很困难了。这样子的人呢，就名为破戒优婆舍，是优婆舍里面的呢恶臭者。优婆舍里面的呢下贱人。不可接触者，是优婆塞戒里面的呢污垢者啊，有烦恼结识者。从光心理解来说呢，不饮酒啊应该还包括了离体上的啊，比方说欲界中人，他迷醉于三毒酒，欲界的凡夫啊，他被贪嗔痴所迷醉，而不能显发本具的智慧。世间的人呢，就是很颠倒哈，他自己贪嗔痴的业也很重，然后呢，他还不愿意去清醒，不愿意呢去显发智慧，还认为他那个贪嗔痴啊，就是他认为他很有理想。是很颠倒的哈。对于那些贪心很重的人，就称赞他很有理想；对于那个嗔恨心很重的人，就称赞他很勇敢。哦，这样子的颠倒啊！欲界的凡夫呢，很多都好饮酒。你看那个唐朝那个诗人李白哈，李白呢号为诗仙呐，但是呢，经常喝酒喝醉。并且他那个写的那个诗里面呢，我略略那个回想一下，可能有好几十首吧，全部是写那个喝酒的。你看那个金陵酒肆留别呀，白门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伤，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水短长。人家送他就喝酒。还有呢那个对酒一喝见呢在喝酒的时候就想起那个贺知章做过秘书见啊，说市民有狂客风流贺季真，而至于呢喜好杯中物，今为松下臣。贺知章那时候死了，以前呢喜好杯中之物啊，现在呢是已经化为松树下的尘土了。还有那个行路难啊，金樽清酒斗十千，玉旁珍馐值万钱啊，乃至于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金樽清酒斗十千，那就写他啊心里面很困惑。借酒浇愁将进酒啊，那个将那个枪啊，枪进酒，那枪呢就是请喝酒的意思啊。那个是以前一个古乐府的词牌名。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下啊，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感叹人命无常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都是一种及时行乐或者说借酒浇愁的思想啊。还有待酒不至，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乃至于呢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己一个人喝酒很无聊啦，举起杯子来邀请明月一起喝，加上我自己的影子，就三个人喝酒了啊。
那个还第四首，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很多哈、啊。那我看一下几十首都会有了。还有一个是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来自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他一个朋友叫做姓王啊，排行第十二。写了一首诗，叫做《寒夜独酌》。然后呢，他就给他写一首回诗。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很多但是呢，事实上呢，就是说这个饮酒。这个呢，在世间的法律是不禁止的，在世间的人呢也是认可的，但是呢，因为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它会伤害智慧，让人很迷昧，所以呢就需要治。而且呢，我们刚刚所说的，要从理体上来看的话，有很多三毒酒、禅定酒、无知酒、无明酒，凡所是一切能够让人迷醉的都可以称为酒。贪嗔痴三毒让我们呢不能显发本具的智慧，障碍我们的本性，这样子呢称为三毒酒，能够迷醉欲界中人。色界无色界中人呢，他们单着于禅定，被禅定所迷昧啊，所迷醉，称为禅定酒。二圣人呢，声闻缘觉呢，他只是断了见惑和思惑，他仍然还有尘沙惑、无明惑，他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没有广学五明之学，所以呢他就被无知酒所迷醉。乃至于菩萨怎么样，菩萨呢他知道他已经断见惑思惑，已经呢广学五明来断尘沙惑，但是他仍然还有身相无明，所以呢那个称为无明酒，被无明酒所迷醉。那真实地来说呢，离开这些三毒酒、禅定酒、无知酒、无明酒，真正能够做到完整圆满清净地受持了这个九戒的，唯有圆教佛陀，那是做到最极圆满的境地了。所以这个是说第六众戒法。那么接下来一段呢，就会赞叹这个持戒的功德啊，这个第六众以后啊，再说吧。二十八清戒以后呢，也会有一段的赞叹持戒的功德。善男子，若受如是优婆塞戒，能自心持，不令毁犯，则能获得如是戒果。善男子，优婆塞戒名为璎珞，名为庄严，其相微妙，逊无边界。能够持好居士菩萨戒呢，这种戒相普熏呢、十方法界，他在十方一切众生面前呢都有持戒的功德。这不善法为善法律，是修习善法的规则、规范、准则，既是无上妙宝之藏，一切世间出世间一切功德藏、法财藏都在其中。上主种性大寂静处，是甘露味生善法地，直发四心上得如是无量利益，况复一心受持不悔。好了，底下呢就开始讲二十八清戒了。善男子，如佛所言，若优婆塞受持戒已，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敬有作。这是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戒。这个底下这一句呢是经常每一段都有的啊，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敬有作。我们那个先解说这个。是优婆塞得失意罪呢，就是说这个优婆塞他犯了失意的罪。犯了失意罪，以至于他有作的业体呢染污不净，
也就是说他在持戒的这个戒相啊，这个业体啊染污不净，如果不起心忏悔呢，将会堕落到三途恶趣中去，所以呢就称为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罪。我们分开来解说，失意罪意思就是说失去了正念，失去了觉悟心，菩提啊觉呀、啊，失去了觉悟的正知与正念是失意，也失去了世间的善的意念是失意罪。但是呢他所犯的是可以忏悔的轻罪啊，称为失意罪。然后呢是不起堕落不净有作，不起堕落，起呢就是起来，就是改过自新啊，就是起心忏悔这个意思。不起就是说如果你不起啊，不起心忏悔，不改过自新的话呢，不起堕落啊，你就将会堕落到三恶道中间去了，这个是不起堕落。不净有作，有作就是啊与有相的意思相同啊，是可以见可以闻的液体。我们也就是我们持戒的人呢、啊、他有一个啊三千细行八万啊那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呢、啊、他有一个威仪啊啊，但是如果你犯这些失意罪呢，他这个威仪就缺失了，所以呢这个有作呢，这个液体呢就不清净了，所以称为不净有作。执着于这个具体一条一条的戒相，为什么就各个不同，这个菩萨戒啊它这个清戒各个不同，有一些是二十八清戒，这个是又不是戒经啊，饭碗呢四十八清戒，菩萨地之经呢四十三，还有一个呢是五十一，种种不同。但是总而言之呢，菩萨璎珞本业经就讲得很透彻了，就是说啊三千威仪八万啊那个三千细行八万威仪，那些全部呢都可以称为清戒，也就是说一切的威仪举止的要求都可以视为清戒，所以不要执着于表象啊。这个表象呢，根据众生的根基不同啊，如来说法的时候呢，就开遮不同。有一些把它一条戒分开这几条来讲就很细，有一些呢把几条合在一条就比较略啊。我们略说一下哈、啊，第一条是不共父母师长，这个失意罪。世俗的人呢都知道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何况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持菩萨戒的人呢，如果不能如法地供养父母师长呢，就得失意罪。当然供养父母师长呢，供养父母应该包含呢一个是物质财富让他们丰足，再一个呢精神上面让他们开心要很恭敬，再一个呢自己事业要尽可能有成就，让父母亲生欢喜，更重要的是要让父母能够超出生死轮回，念佛求生极乐。那对于师长的奉事呢，关键是不单单是要以财供养，还要儒教修行供养，自己呢得解脱，以自己的正量觉受来供养，这个是殊胜的供养。第二条是饮酒戒，若优婆塞受持戒已，单乐饮酒，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啊，那么这个也有不同，关键是单乐饮酒，单乐饮酒啊。所以其实这个优婆塞就很轻的了哈，优婆塞就很轻的了。那如果说你要身体有病一定要喝饮酒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佛陀住世的时候啊，不单单是居士菩萨可以，那些比丘呢，如果他生病确实需要酒也是可以的。佛陀住世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比丘他病得很厉害，然后呢只有透过饮一点酒才能治好，然后他不敢饮，然后就请问优婆离尊者，优婆离尊者也不知道，就去请问佛陀，佛陀说可以，然后就喝了酒了，喝了酒然后他身体就好了，好了以后优婆离尊者为他说法了，他就很快成就阿罗汉道了。这样子的状况呢，未治病这个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那个如果是受满分菩萨戒的人，要求的很严格的人，那么乃至于呢一滴酒入口呢都是犯失意罪。但是如果说其他的呢，就应该是怎么，关键是单乐饮酒，你不是为了应酬没办法去喝一点点，也不是为了说治病只是你就很喜欢，你就单着于他，就沉迷于他，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犯失意啊。第三是，若忧不赦受持戒已污恶，这个应该是念污啊，污污啊，污污的意思就是说觉得这个很不干净，心里面很厌恶它，所以不愿意去看那些病人。污物不能沾湿病苦，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啊，这个是厌恶那个污秽呀，不能去沾湿病人。关键是在于那一个厌恶的心。啊，如果有心里面很有慈心，但是力不从心，而自己也不舒服，或者自己呢在修习圣业啊，修习解脱法，这样子的话呢是非犯的啊。第四呢，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见有气者，不能多少随意分与空遣还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净有作。这一条对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如果没有了解这个戒法呀，受持起来有点困难。你看那些分拣区哦，那些有些人他根本上不困难，他就来做乞丐，他来骗钱的。如果你要给一个的话呢，哇，那不得了了，几十个、几百个全部围过来了，那你怎么办？那你如果让他空遣还，你是不是犯戒了？犯了失意罪了？那不是哈，那就说明自己不太理解、不太懂得这个戒条、戒相、戒法了。如果他是。那个气啊，它根本上它是有一些是一种犯罪团伙控制的，我们看有些寺院面前哦，有很多景区里面很多，对，那样子的话呢，你如果去给他的话，就帮助他们犯罪了，因为只有很多人都是哎呀，给一点点算了这样子，然后呢就他们有利可图啊，所以就不断的犯罪，你就间接的就助长了他的那种。不劳而获，而且呢懒惰放逸，而且呢来自于犯罪，那样子的罪业间接地去帮助了他，那样子呢就是不可以的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所乞讨的是不适合的东西，或者呢所乞讨的东西自己没有也无法供应，这样子呢都是非犯，没有犯这个戒的。所以要有智慧来受持这些戒相啊，戒法。